今天到这个山上来采野生茶树菇跟鸡枞哦，最近山上长了还挺多的。这个下面发现有两只哦，这里有朵野生茶树菇哦，好新鲜。这里好多，都是大个的。这个菇很甜哦，蚂蚁都来这里吃来了。这种脚好粗，有点跟云南那边的那种一样。这个树叶下面还有一窝，这里没有了。这里找过来只发现这里有个菇朵，这里还有一窝。这窝还很新鲜的，都是小菇朵。都被蚂蚁吃了。这我采了有六朵。
在这一片呢，采了差不多有将近3斤了。到前面去看一下，对面发现有一窝鸡枞哦，这边都可以看得到。在这个老茶林里又发现一窝，这窝只长了5朵。又快一篮子了，这几天每天都能采得到这一篮子鸡枞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